这几日，管事奴才源源不断地将平安的喜报带回府中。战事终结，大金国大获全胜，八旗将士班师回朝，皇太极就快回来了。无论我把伤养得多快多好，都不可能赶在皇太极回来之前离开。我已经被他禁足了，这间屋子都被他的人日夜看守着。葛岱固然是进不来了，可我也同样休想出去。皇太极，我们到底还是有火气点。奴才不是很清楚。哎，夫君，你不能出去。我不跑，你要是不放心可以跟着我，可是我现在必须得去。不，不行，让开。夫君，夫君，夫君，哪儿啊？不跟着夫君，夫君，不能去啊！夫君，小心没上船。夫君，夫君，不能去啊！这难道是要造反不成？还有一点半点规矩没有？夫君，这是钮祜禄氏。我知道。哪来的奴才，居然敢带着侍卫在府里乱闯？你眼里还有没有主子？格林泽，你去看看爷在不在里面。是。哎，夫君怒，这是我们家扎鲁特博尔济吉特夫君。平日里都住在庄子上，近日是因为战乱才搬到府上的，所以还不太熟悉府上规矩。下贱奴才，主子在说话，你插什么嘴？我当是谁？原来是你，一个小小的不雅福晋，居然也敢在我面前摆主子架。我还以为爷在庄子养了三年的是个什么样的狐狸精小骚货，原来竟是这等货色。这可真是我这辈子听过最滑稽最离谱的事儿。前些日子我听说庄子上的贱人进了家门，大福晋使人去屋里找你，却被侍卫挡了回来，之后又亲自去见你，没想到你却摆起了架子，让他吃了闭门羹。这府里可真是越来越没有规矩了。我看葛岱这个大福晋也是快当到头了，居然让你这么个货色给骑到头上。你是什么身份？你又是什么身份呢？
请问你什么身份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大福晋都没说我什么，你凭什么对我指手画脚的？还有，今儿个我既然进了这家门，就没打算做什么福晋，你最好不要惹到我，你也惹不起我。没事吧？你进去看看爷在不在里面。是。站住！进去吧。是。扎鲁特博尔吉吉特氏。是。我在这儿，福晋有何指教啊？你莫猖狂得意。早些年你刚进门时，爷的确是专宠过你一阵儿。可这两年谁不知道你早已失宠，爷甚至连你住的庄子都不曾踏足一步。你们蒙古女人也妄想和我们女真人来抢男人，也不照照镜子，就你那副尊容，别说是你这样的，就连那出身高贵的科尔沁格格又能怎样？我不妨告诉你实话，我们爷爱的是美人，还得是女真第一美人。像你这样的货色，你趁早给我识相点，小心爷早晚有一天把你拉出去送人。爷问，方才是谁打了格林泽？大夫，我就说嘛，爷那么宠你，回来如何能不召见你来伺候呢？瞧你说的，姐姐的嘴当真是甜啊。这是，我打赌你猜不出来，这位就是庄子上的不悠然福晋。以你我的身份，他可是个请都请不动的大人物。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请问爷在屋里吗？怎么了？是在还是不在啊？在，在。爷，爷在屋里。谢谢。他上哪儿了？喂，我来了。你上哪儿了？皇太极，你到底上哪儿了？伤得重不重啊？啊！你干嘛？这样会压到你伤口的。幽远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压到你伤口了？你到底伤哪儿了？你根本就没有受伤，从头到尾，你根本就是跟格林泽一起串通好了来骗我的。你变聪明了，跑了两年，咋了啊？似乎我对你的警告起不了很好的作用，让你不许再离开我，你偏要一次次的离开。我该拿你怎么办好呢？威胁你无用，
哀求你也无用。你总是一次又一次的舍弃我，怎样才能让你留下？是我对你的付出不够让你感动，还是你根本就不爱我？不要再跑了，不要再离开我了。我不知道我能携手与你一起度过的日子还有多少。如此排斥我，不愿跟我在一起。你明明知道，在我心里，自始至终只有你一个，为何能如此狠心的伤我？我把整个心都给你了，你怎么就这么狠心把它？我没丢，即使丢了性命，我也不会丢。皇太极，我是爱你的，我只求你，只求你不要把我当做你的妻妾之一。我自私，我小气，我固执，我没有办法跟别人一起分享你。两位姐姐怎么在外面站着啊？可是也得有什么变故不成？妹妹有所不知，咱们府里可是来了位了不得的人物，咱们姐妹往后的日子恐怕是不好过了。姐姐，这屋里头的可是不悠然福晋。三年之前，从长
鲁特传来消息说你已经死了，可是我无论如何都不肯相信。叛军的探子说没有找到你的尸首，只找到了一根发簪。三年了，原来这几年你一直在我身边，原来那个就是你。我不管别人叫你什么，可是在我心里你一直都只是东哥。东哥，我带你走，我会带你离开这儿，我不会再让你受任何的苦，你跟我走。二哥，东哥已经死了，属于他的过去都已成过去，我希望你记住，从今往后这世上再没有他活着的时候就有那么多的无奈、绝望和眼泪，只有彻底的消失，他而言才是解脱。原来贝勒爷是觉得独自饮酒冷清，这才邀我前来作伴。你怎么知道我也爱喝这梅花酿呢？你今日既主动招惹了我，从今以后也休想甩开我。三年我能等，三十年我也一样能等。戴善，你醒醒吧，东哥已经死了，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，即使他再活一次也不会选择你。真心待你好的人从来就只有我一个。听闻你在战场上受了伤，喝酒不利于伤口恢复，还是少喝一点吧。主子，爷今儿个留在大韩府里议事，方才安达里回话来说怕是晌午回不来了，请您不用等他用膳了。知道了。主子，
就当我给大家赔罪了。若不是大福晋遣人来通报，我还以为我听错了。不悠然福晋竟然请我喝茶，怕是我福薄，担不起你这杯茶。我初来乍到，不熟悉府中的规矩，冲撞了福晋，还望福晋大人有大量，不跟我计较才是。既是自家姐妹，就不必如此拘束了。来，我们喝茶吧，喝茶吧。不知不悠然福晋伤势可好了？这毕竟外面风大，要不咱们换个地方。我这病啊，前几日在屋里憋坏了，正想出来走走呢，今天天气也好，身子不打紧。有能力派遣刺客追杀，并能在不悠然死后获得利益的，无外乎皇太极的这几位福晋。哲哲跟我素不相识，没有任何交集，而尔鹤又生性善妒，这布幕不太心机沉稳，两个人都倾慕于皇太极，想除掉我，独占恩宠的可能性最大。哎，说起我这病啊，其实也不是什么大病，不过是箭伤而已。箭伤？你如何受了箭伤？一个女人不外出不打仗，怎么会受这样的伤？其实啊，我能嫁给贝勒爷，也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了。所以我一直恪守本分，忠心耿耿地服侍着贝勒爷。想来也是我命薄，担不起这样的福分。我一个女人，从扎鲁特远嫁到赫图阿拉，人生地不熟的，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却被一帮亡命之徒给盯上了，竟三番五次地追杀我。前几次幸好有爷在，才让我侥幸逃脱了。可是这一次终是难免一伤。到底是什么样的贼人竟如此大胆，胆敢动爷的人？是啊，妹妹，不会是你以前得什么人自己都给忘了吧？我不管怎么样，不悠然福晋已经来到了府上，相信那帮贼人也不敢再造次了。你就好好养伤，一切都有爷呢。布幕不太妹妹说的对，以爷的性子，若是那些胆大包天的贼人露了什么马脚，爷自是惊扰的。刀剑无眼，我劝妹妹往后啊，还是小心为妙。爷顾得了你一时，可顾不了你一世啊。福晋说的是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我们吃点心吧。姐姐可有什么发现？虽说额尔赫和布木布泰都有嫌疑，但是从这两个人的反应来看，又看不出任何端倪。这额尔赫冲动善妒，但却简单直接。如果这件事情是他做的，他不可能会如此镇定。布木布泰虽然年轻，但却沉着大气，举止得体。当我说到此事时，
面上毫无波澜，一点都不像知道内情的样子。会不会是其他的什么人所为？爷毕竟身份特殊，这几年政敌也立了不少，会不会是外人所为？如果是东哥的话，这样的刺杀倒是有几分分量。可是不悠然，一个养在外宅的小福晋，谁会如此兴师动众要他的命呢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那刺客的主人肯定是额尔赫和布木布泰其中一人。刺杀之事，若是他们两人知道内情，那还真的是心机深，奸诈可怖了。此事先不要告诉皇太极，这些只是我的凭空猜测，尚不能使人信服。我们需要再等一等。好，皇太极，哦不，贝勒爷平时都几时回来啊？平日里这个时辰也该回来了，不过我刚才听额尔赫说，大贝勒负了伤，贝勒爷备了药，这会儿啊估计在大贝勒府上呢。戴善受伤了？伤得严重吗？这葛大爷不知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禀主子，小苏不敢。你不敢？小苏，我看你最近这胆子越来越大了。说，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是科尔沁来信了。阿玛来信？此之败，万物忧心，伺机杀之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刺杀？要刺杀谁？那些刺杀不悠然的人，竟然是阿玛派去的。阿玛怎么会知道不悠然？是你？是你报的阿玛是不是？奴才有罪，王爷派人来问主子在河图阿拉之事，奴才见不悠然时常惹主子心烦，就多了句嘴。奴才想，他一个住在外院的福晋，就算是死，想必也掀不起什么风波。糊涂！你怎么敢背着我做这种事情？是的，阿玛怎么会知道不悠然？是你？是你报的阿玛是不是？奴才有罪，王爷派人来问主子在河图阿拉之事，奴才见不悠然时常惹主子心烦，就多了句嘴。奴才想，他一个住在外院的福晋，就算是死，想必也掀不起什么风波。糊涂！你怎么敢背着我做这种事情？如今自杀失败，不悠然已经怀疑到我头上了，你以为他真的会那么好心请我去喝茶？不过是怀疑罢了。若是被他咬住不放，贝勒爷一旦发现蛛丝马迹，不但你我会引来杀身之祸，还会连累到姑姑。奴才知错，请主子责罚。奴才知错。责罚？如今责什么用？
告诉和你联系的人，立刻停止刺杀，即刻返回科尔沁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再踏入赫图阿拉城一步。是。佛祖保佑，千万不要被贝勒爷发现，千万不要被贝勒爷发现，佛祖保佑。格林泽，快点，我肚子好痛。主子，大夫去。不用，不用叫大夫。要不我们回屋吧。不行，来不及了。主子，您再忍忍。到了，来。格林泽，让他们都走吧。是，都回去吧。啊，这。回府亲，贝勒爷有令。你嚷嚷什么呀？你们都赶紧走吧，要不然我让贝勒爷把你们都撵出府。还不赶紧按福晋说的做，都回去吧。走，都回去吧。福晋，我们在外面候着啊。走。